行，就这么办。住手！把刀放下，往路上给。爸，陈先生，你没事吧？你是谁？哦，老朽是王家集团的董事长，小辈不讲道理。陈先生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计较。爸，你怎么帮着仇人说话？从现在起，只要敢再捉弄沈先生，我给他逐入家门。爸，沈先生，你看在老朽的面子上，就不要计较今天的事吧。你说不计较就不计较，搜查所有的事到手，一个不留。当年瑞丰大厦碎尸案，你们王家也有插手吗？放心，我今天是因为王峰死命一事来了王家，真相我已经带来了。至于我父亲沈清帆的死，我会查明真相，昭告天下，而不是以暴制暴。当年的事是我们的错，那就等我在瑞丰大厦拍卖会上将我父亲的真相昭告天下，到时候再找你算账。爸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吗？我们今天王家有多少条人命到了他手上啊？不是我看来，王家今天就灭门了。别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，不过你们要永远记住这一点。不要惹怒沈家。林凯，哎，你说，停止和苏家的一切合作，然后写一个布告，就说凤儿突发疾病，救治无效，身亡。你不是说你做的忘命诗吗？还是去迟了一步，人已经被沈三天带走了。废物！王家和我们苏家的所有活动全都终止了。大姨，没想到这个沈三天还真有两把刷子。我让你查的事，你查了吗？查了。沈三天入狱以后的记忆全部都是空白。空白？是的，没有任何消息。如果真如沈占天在王家所说，那拍卖瑞丰大厦的事儿，他一定会搞出点东西。我们不能再失掉这地盘了。你想怎么办？既然借王家之手的办法行不通，那我们就亲自动手。这次，我要让他死。保证吗，顾医师？关总，你还挺谨慎的。没办法，小心点好。这次找我什么事？我要你帮我杀一个人。我要你帮我杀一个人。不管是谁，100万。放心吧，钱早就准备好了。不过我有个要求。您说。我要你挑断他的手筋跟脚筋，我要看他跪地求饶的样子。慢点慢点慢点，小心小心。悠悠尊上，后面有人跟踪我们。你帮我看好苏然和孩子，我去陪他玩玩。是。上车。
要不要女儿死？你最好给我老实点。如果我是你啊，这会儿应该想的是一会儿要怎么逃跑。想不到在我面前也有人敢说这句话。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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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饶命！饶命！别紧张，继续开车。关总，你把我们带到这儿干什么？就是，这大半夜的来车库干嘛呀？乌漆麻黑的，怪瘆人的。别怕，我是不会害你们的。我的人一会儿就会把沈占天带过来，交给你们处置。沈占天？哼！一会儿我要扒他的皮，抽他的筋，让他多管闲事。我要让他跪下磕头，我们苏家的人不是好惹的。可是那沈占天好像有两下子，万一……放心吧，我的人已经把他的手筋和脚筋都挑断了，他毫无反常之力。哎，他来了。沈占天，这次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能耐。别紧张，一会儿还得麻烦你送我回去呢。下车。沈占天呢？汪凯，我听说你找我有事儿。我呢？这怎么回事？沈占天，你还敢杀了我们所有人不成？你以为我不敢杀你？或者你们？沈先生，此事跟我无关。是万凯叫我来的，我根本不知道他叫我来这里做什么。我跟他不是一伙的，还请沈先生放我一马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贵天贵地贵父母，怎可轻易不他人？不过嘛，什么也不知道。今晚我从来没来过这里，我什么也没见过。既然你如此不觉，那就滚吧。你呢？既然你没有选择，那我就替你做一个选择。杀了吧。我沈先生，我刚刚才不是一起的沈先生，你放过我吧，沈先生，求你放过我。上回在苏家我就已经饶过你，这回你非要死。谁也救不了我！孟凯，你原本是打算怎么对付我呀？他想先挑断你的手筋跟脚筋，折磨一番，然后再杀了你。你这么残忍啊！想要活命吗？想，当然想。只要您能饶我一命，无论您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记住，挑断他的手筋，放了他。是。你要干什么？
你不能杀我。我错了，你不能杀我，我错了。你还有脸回来？晴儿，我真没想到沈占天有这么大的能耐呀。沈占天，你这是在逼我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苏氏集团都要倒闭了。爸，说什么呢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搞什么。公司的股票连跌一周，已经跌破了发行价。你到底搞什么鬼？爸，股票有涨有跌，不是正常现象。那你解释一下，这里面的现象正常吗？爸，爸，这些空穴来风的事您别相信。空穴来风，我已经和王家通了消息，这里面的东西句句属实。你连和王珂、陷害王峰的事情，你到底要瞒我多久？爸，你听我解释。别叫我妈。今天来就是要收回你的权利。平时你嚣张跋扈也就算了，但是牵扯到公司的利益，我就必须要管。爸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爸，没有机会了，来，发钱。来人，想造反吗？平时对你们不好吗？